晓得，开悟的秘诀就是一夜，多久没法子开悟了？多什么？你的心力不集中了，你学很多东西，你的力量分散了，那开悟就很难了。你始终学一样，古人说得好啊，用多少时间呢？三年。念念都是善念，这个都好呢。什么念头是大善？什么念头是永恒？什么念头是世出世间第一个福报？给诸位说，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念头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是我们自信的道，不是别人啊。具容无碍矣。具容无碍者，为容前同体相入相即二种皆无碍也。他无碍主要就是因为没有自信，一切法无有自信。无性之性啊，就是真如本性。真如本性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。不能说它无，也不能说它有。一切法的变化是由于意念，就是念头，念头转变得太快，所以就没有定法。善一刹那可以变成恶，恶刹那之间可以变成善。关键的就在意念。这个事情被现代的科学家发现了。我们讲量子物理学家，他们发现了，证明古圣先贤所讲的这个这桩事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能改变你家庭的命运，能改变世界的命运，能改变地球的命运，就这条原理。念头嘛，我们为什么不想善，要去想恶呢？你要想恶，没有一法不恶；你要想善，没有一法不善。然尽善恶，全在一念之间。一念贪嗔痴慢疑就是魔啊！一念戒定慧就是佛菩萨了。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了，我们真的要想求得真正圆满的幸福，念念都是善念，这个都好了。什么念头是大善？什么念头是永恒？什么念头是世出世间第一个福报？给诸位说，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念头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
是我们自信的德好，不是别人啊。啊，很多同学都学参加过三十七念，三十七念是中峰禅师做的，他是元朝时候人。你看他在开始里面讲，自信弥陀，唯心净土。阿弥陀佛是谁呀？是我们的自信啊！我们自信叫做阿弥陀啊。阿弥陀是梵语，什么意思呢？阿梵造无，弥陀梵造量。自信，释迦牟尼佛不是在华严经上讲吗？自信里面有无量智慧，有无量德能，有无量相好，只要你想得出来的，你能说得出来，全是无量的，无量无边，无尽无数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全包了，总名称。你念谁呀？念阿弥陀佛就是念自信。这个道理，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密宗讲三密相应，其中有观想啊。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一切，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，全包了。啊，那你就晓得，你念这一部阿弥陀经，或者念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。啊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教，全在这一部经中。你真把这部经念通了，通什么？通到自信。诸位要晓得，开悟的秘诀就是一夜，多就没法子开悟了。多什么？你的心力不集中了，你学很多东西，你的力量分散了，啊，那开悟就很难。你始终学一样，古人说得好啊，用多少时间呢？三年。啊，你看传灯录、五灯会员啊，那里面开悟的人用的时间多少呢？也不过就三年五年。三年五年什么都不想的放下了，就像一样，他得定了，定能开悟啊！啊，一定是先得定啊，然后就开悟了，不定什么时候豁然大悟。如果学多多了就不行了，多你精神分散。啊，念头分散了，啊，念力不能集中，时间也分散了。啊，那你学的是什么呢？学的今天人所讲的佛学，不是学佛。啊，你是搞佛学，啊，佛学搞的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啊，学佛人的时候，他是求智慧。智慧一定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
你才能得到。无论是宗门教下，大乘小乘，道理是一个，原理是一个。啊，宗门是讲参悟，他不用经典。啊，古时候大摩祖师刚到中国来传的是观心。啊，以后祖师改为参话头。啊，在教下。就是一部经一部论，锲而不舍了，专攻啊！啊，这一门东西开悟了，悟了之后再广学多闻。啊，他不是不广学啊，法门无量是缘学啊，啊，不开悟不行，不开悟不能学。啊，因为你学多了，你永远不会开悟，悟了之后再学，再学就太容易了。啊，那你就像龙树菩萨一样。啊，一部大藏经要多少时间学完呢？三个月就学完了。龙树菩萨如是，再告诉诸位，六祖慧能大师也如是。啊，因为见性了，啊，六根一接触就明白，哪要费功夫呢？啊，这些道理我们要懂。啊，最简单的方法，最稳当的方法。也是最快速的方法。我什么都不求，我就一心一意求往生。祖师大德说：“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？”你只要一见阿弥陀佛，就开悟了。这真的不是假的，祖师大德不是骗人的啊！在这里开悟很不容易啊。到极乐世界去开悟太容易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